贾玲姐的三个缺点。我哪有缺点？脸大腰粗屁大。三咆哮咆哮，我的腰，水煮腰。你们都可以，你们都是海豹，这个是海豹。实话，我那时候长得美的时候，20岁那一年，我走过中戏的胡同，有好几个星探往我手里塞名片，给你送名片说来，跟我们一起干吧。你呀、啊，真的只能坐在上面，坐在上面的人都是脸皮厚的呀。我不是啊，我是凭实力。你是凭实力得的最厚的脸皮。因为我刚才拿那个瘦脸的那个磨了半天，用得很顺哈。如果这个是我用的话，我不也跟杨幂差不多脸呀、啊？那你得拿刮刀那是。